无所不输，无所不输，无输一百输，爱记订阅、起赞、分享、拍开小铃铛，支持阮无输一百输的 YouTube， 是刷袂啦，一、两、三，一百输。OK。附近都有站牌啊啦，拄啊好哩。我跟你讲有巧无？来啊有，我卡在有。我来甲阮爸爸妈妈讲，我今仔日去坐公车，伊就想讲，啊你去坐公车买错车。但是今仔日让我去体验到无同款的生活呢。阮开车嘛是拢爱坐伫个顶啊卡，我拢感觉我拢无大汉呢。人好吗？太仔细了，你哪会来？因为我咧拥抱。我们 Becky。我们 Becky， 我们 Becky。那我们可以去吗？一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咱来北往盘山过岭。一支车牌啊，掺偌济故事，可能卡的后一站，甘是三地厝，打一条青春的公车票。是风景啦，我都爱徛咧吼，三分钟来到高海边啊，这就是阮小琉球的好啦。啊，但是较早甲人讲我住小琉球吼，伊拢感觉哈，你遐有看人哦？啊，恁个电视安怎来啊？还是讲恁啉啥物水啊？是海水淡化吗？我想要想讲，拜托诶，阮小琉球其实足进步的，好不？啊，是这几年啊吼，观光较发展，愈来愈侪人来吼，才知影小琉球这个所在。等到今麦我六港讲我住小琉球，因就讲，哈，有够新鲜的啦，你遐介水呢，哇，有够好诶。所以我想来今麦吼，拢会感觉足骄傲诶。啊，而且啊，嘛足侪人看到我咧，唔敢相信讲，哈，你是小琉球人哦，啊，你来这白。啊，其实阮家的妇女吼，若要出门，一定拢是水安啦、帽啊、啊外套爱穿嘞，包起来，袂去晒到日头啦。你顶多看到路上迄像比基尼、肉较乌的吼，拢是外口来的教练。啊，你看，其实阮家嘛有加油站啊，不过，啊，毋过伊下晡开到五点尔啦，无24点钟，所以你若来小琉球吼，爱记一路五点之前爱来加油。厝门口行出来就是海港，足侪时段有无？因有无代志，啊，就坐伫门口，啊，就看海安尼啦。哦，真正足惬意的。啊，我是因为这几年啊吼，疫情嘛，啊无伫咧外国上班，所以倒来遮的时间电都较侪。进前真正无想到，阁会安尼倒来遮生活，拢想讲啊，读册了后出去外地上班，应该着那家人着袂阁倒来啊啦。不过一切都是你想袂到。啊，头前这间吼，着阮小琉球上有名的早顿店，迄若假日时啊来吼，听讲拢爱排一两点钟呢。阮较早哪会爱来？较早你着要读册进前来有物件客咧着走，哪会着搁爱排队啦？啊，无法度啦，即摆着观光客较侪啊。哦，来看者看者，你讲阮小琉球无大人，看了无？超凶啦！啊，搁有三间咧，啊，搁有一间。即阮姐姐开个冰店，全小琉球上好食个冰店着做来，有来一定爱来食。啊，我即摆吼先来食一下早顿咧，安尼较有气力吼来上班。哎呀，很想 ，Hello， 嘿，哎，
这个我来吃早顿了呢。嘿，哎呦，对，你也75哈。75对。我今麦考站嘛是要盖一个海鲜哈。今天还好呢，现在没有很多了呢。真的吗？差以前差了少了二分之一哦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。阿姨，我要一份炒饭，还要加一份吧。好，20块好吗？好啊。好。这就是我细汉读高中的时阵，逐天的排路队。要去读册的所在，啊，大家学生的像因即马呢，聚集伫遮，食早顿啦，开讲啦，佚佗啦，要上课进前的伫遮耍一下，所以阿姨啊，对做学生啊，拢会足了解、足熟悉。我计细汉的时阵，你有可能有人食无遐济嘛，啊，像我食量较少，我就讲，哎，我要食5块的炒饭。5块呢，10块尔哦，10块就当食一盒早顿啊。啊，不过即卖因为物价上涨啊，阿姨家己嘛有一点仔挡袂牢，所以就即卖无卖遮尔俗的。不过你嘛是当选到20嘛，是30，选到家己的分量。阿姨即卖阁有内用区哦，哈？你即卖阁有内用桌椅哦？有啊，桌子遐只较少，我要坐涂骹，摆桌仔互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开上嘛是拢爱坐伫咧顶仔骹，嘿，维持伫那呢。哎呀，我够怀念家己较早细汉读册时阵，我拢感觉我拢无大汉呢，结果已经30外岁啊，你奶奶呢？不是32吗？哎，太仔细了，阿姨你太仔细了。来，这里哎，你看你在雕下面胡椒，胡椒，番茄，哦，这两行。姐啊，你今麦马上底下倒啥个？我迄时阵读册，姐啊，搁咧喝海。喝海，喝海对。哎，你今麦有鲜奶茶？有，哎呦，有咧进步呢，安尼我买鲜奶茶。好好，从来不鲜奶茶。看这个哪有奶茶，跟红茶。对啊。朋友，我当坐车不？你好。啊，你安尼会赴吗？上课会赴。你是嘛是全德国小嘛吼？我是你的学姐呢。阿姨的口味拢无变。你咪感觉足特别嘛？透早就咧食甘草鸡，是讲伫咧琉球啦，咱上悬的学府就干那个国中尔，所以你若要继续读册的人，你一定就爱去甲本岛，不管是屏东啦，还是高雄啦，甚至搁较远的所在。啊，像阮即个同学嘛是有人无读高中的，譬如讲住在讨海的。伊高中读了，伊就真正扛爸爸出去讨海，嘛是有，啊，所以嘛是因为安尼，去琉球的囡仔会较早独立，因为伊高中毕业了后，伊就一定爱去到外地生活，就会较早去体验到社会生活。拜拜，阿姨。嘿。你若像学生仔去读册了，你就准备要收啊嘛。对。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无感觉有啥物，就感觉阿姨就是袂早顿，但是我大汉了后转来看。你这番的阿姨真正不是，卖一份早顿，伊是卖一份爱心。啊，对啊，小朋友长期无食，无食饭，啊，不过伊有感冒，要食药啊，伊就无爱食，我就家己顾食，给伊食一点仔药啊，爱搁要带地啊，我就是要来底天地给伊配药啊，啊，加搁先顾食，食一寡饭，地位啊，无食饭食药啊。伤胃啊！对啊，哎，我会因为这小朋友来跟问我，啊，搁凉的，我是今仔特别准备凉的，啊，不，我是无准备凉的出来。哦，真的啊！因为小朋友吼，因为透早我嘛无爱给囡仔啉凉。真的是啊，但是我迄时阵有呢，有迄阵，啊，不过是热人家有，啊，对对对，热人家有卖。嗯，天宇，你吃阿姨无用哈？好好，你想买？慢慢用。好。今天来我拢真正感觉我无想咧拍这梦咧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生活，你看无清楚。平常时若是拢安尼啦，袂使。我一定爱找一班公车，坐安尼才有想咧找巴士。来来来，站牌仔就伫遮。你莫看伊安尼哦，这是真正公车会停的哦。应该是有吧，平常时嘛无咧坐公车。看看拢什么，咱看卖啊嘞。我来跟你讲，有巧无？来啊，我刚才有来。哎呀，一个。
你好。要啊！哦，车说你哦，这样转。哦，我内身本来是直接落车了对啊。嘿，是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啊！无路卡，还是？安尼是你叫坐公车，谢谢，谢谢。小琉球的四个角头嘛，意思就是分作四区啦。啊，有白沙、大寮、天台、秀堡。啊，像阮秀堡吼，就是来这三班路遮耍水。啊，较早做囡仔时代了，衫裤直接穿的都落水啊。啊，真正出去到外地生活了后，你才发现讲哇，原来当安尼烫只脚，啊，踏伫这山地吼，这海涌墙吼，是一件足稀罕的代志。观众朋友，不管你住伫土耳其还是增加，不管你住伫海边还是沙顶，不管你布施还是无私，爱会记得甲阮订阅、分享，小叮当甲拍开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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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